你是宋佳，试一下。过年跟哪过？还能在哪过？吃班儿呗。哎，干什么去？ 你房间不是有厕所吗？堵了。嗯。老李，明天我点几个菜。 宋主任，黄女士你好，我是这个病区的负责人。黄海呢？谁把他带走了？我仔细检查了监控，是你老公带着我们这里的一个护工一起跑了。怎么可能？护工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叫肖瑞。大过年的，你媳妇怎么来看你啊？他不懂事。 小区还可以啊，咱们有钱了也在这买一套吧。过完年咱就买。你有钱吗？明天我就去买彩票。行。你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家？我妈妈家。 我长大的地方，这是
着你妈。我爸出车祸死了，我很想他，放我包里。帮我去身后这个屋里拿套西服。行，我去啊。还有领带。领带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还想去个地方。你还想去个地儿？这大过年的，我们还有事儿呢。你想去哪儿？我们陪你。现在，这哪有酒啊？你去楼下买嘛。你过年了。行吧，你叫去买吧。我去买。我得陪着他。行，我去啊。那么黑，没被子。你行吗？啊，那我们很快啊。爸，别拦我！你要干嘛？你要死是吗？别拦我！大魔灵，你骗我出来！你机关了干什么？你要害死我是吧？我不要活了！别拦我！你要死是吧？啊！快让你不得好死！
麻烦两位。那我去热车。一直都想对你说件事，我今天要是不说，我害怕以后再也不敢说了。你妈妈是我撞死的，对不起。你是肖瑞吗？跟我们走一趟。你叫黄海。你是的。那个护工有没有强迫带你走，并且限制你的人身自由？如果有，你就说是；如果没有，就说不是。所有的指控，他还说黄海要跳楼自杀是他跟他女朋友阻拦的。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干的，全是我干的，行了吗？你过来，弟弟，负责任。我怎么负责？我说人民都不信，你想听什么？你想听什么？没事了，等会办完手续你们就能走了。谢谢。听说你跳楼了。跳什么楼啊？咱俩离婚不就好了吗？你觉得这样是让我解脱是吗？我想解脱。我懂了，这五年我工作，我赚钱，我养家，现在你不想要这个家了。别折腾了，眼动病救不了了。答应我，别自杀好吗？答应我。
离婚行吗？姐姐，不客气。小婷啊，上车。和黄海离婚了，他说要把这个老房子送给你们。我和他是在这房子里结婚的，归你们了。随时来找我办过户，记得带户口本。可不可以把洗手间打掉重装一遍啊？哎，怎么了？他已经搬走了。哎，你不能进去！你不能进去！你不能进去！哎，你不能进去！你再进去我就要报警
林恩晚上去哪儿啊？